台南市救国团利用假日时啊，邀请80位的新疆朋友甲家属做回来旅游，和新疆朋友会用行出户外，迎接大自然。我们希望办理这个活动，能够啊，让我们身心障碍朋友可以跟他的家人啊，可以一起啊，经由义工的这样的一个协助，能够没有负担去这样的一个旅游。那最主要，因为我们南区团委会的，从我知道，有很多的弱势团体的人都有参加，因此我们这一次呢，有2部车，都是，弱势团体。在这次旅程当中，上辛苦的就是救国团的南区甲永康区团委会的义工。因到三港新疆朋友来搬轮椅，以及上下车，救国团呼吁社会大众对着无障碍环境的重视。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南区团委会以及永康区团委会义工的帮忙，整个一路上都由我们这些的志工来帮忙协助。台南市救国团叶庆寿总干事表示，救国团持续坐单办理新疆朋友的关怀服务活动。而望借此关心新疆的朋友，号召音乐，唤起社会大众对新疆朋友的关怀。这次也特别感谢首尾天团、台南市团友会、甲救国团晋松联谊会经费赞助，让这次活动会用得顺利圆满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